前烦你自己吵着要跟我换的，现在好了。好啊，那之后就用换成在我头上了。我觉得我的外套是不是哪里有拉链没拉？我觉得我后面有一股凉风。我现在不管，我只希望上去之后。我们刚停三，我们停三次了嘛，我们在看。我也觉得后面有。所以不是我外套怪怪的，后面唯一有风啊，在手臂跟腰侧身这边，你是吗？我是这里在量，我不是外套，我是后脑勺。嗯，我没有，全部都包起来了，我有戴过帽子，我什么都没戴，还好我刚刚没有穿丝巾跑出来，我只有把中绳放在背包里，追逐太阳啊，那个是电塔。不是缆车，还是那个？那是缆车吧？你说那个亮晶晶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左边那个，那也是缆车。那我们刚看，这是绿线。右边是绿线，左边是红线。左边那边坑坑巴巴的，应该是黑线吧？啊，今天出大太阳，那雪会是什么状况？右边这个松松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可以的。但是即使啊，即使现在出大太阳，温度也还是零下，这应该还好，搞不清楚的情况。他没有看到缆车开到几点、欸？嗯，但是我们这个山头，它是一直坐到晚上。哦。但是那一边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贪心多花，不对，我刚刚去大厅忘记问吃饭的事了。哦。你确定我们今天？可以啦，那最好是说哦，没有预约，拍谁房间什么都不能吃，他不被告死才怪。就是说，万一我们的价值可以吃更好的餐厅，但我们却得去吃一个比较不好的。哎、欸，其实没有很高哎、欸，到了。往右边吧。这样没有很高，我们居然停了三次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会自己开吧？会啊。车又停了，所以两边都一样啊，都是到处的。好啊，现在我要解决的是我的雪镜的问题，戴好之后才开始，还是先不用戴？拜托，眼睛会受伤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你先骂啊。好，你不要戴，你不要戴，你不有种不要戴，你还戴起眼镜。没有写时间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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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校啊，不就要去啊？对面缆车。对啊。到哪次还是不知道对面。慢慢下吧。慢慢下。雪泥的那一种哎、欸，河流注意，那滑左边还滑右边都可以啊。那个雪那个站是哪里？那个是下车的站。好，我会去旁边。面吧，哎、欸，看到了，在那里。哎呀，左右那一颗，慢吞吞的。要不要去看？在左右边吗、啊？左右边吗？缆车站啊，我没有看到站呢、欸，你有看到站吗？只看到游园地呢。对啊，但这边好像很陡呢，所以都不要是不是？我想要走前面，因为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很轻松，所以我不想要走很陡。欸、拍张照片，嗯、啊，我爱拍照啊，之后不会拍了啦，因为那就拍这里，天气太差，那就今天拍不到的那个山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赶快拍照啊，之后拍钻进树林，没有晴天呐、手机，嗯、欸，你应该是说拉对口袋？没有，我就后来都拉线了。好，所以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。这也是红啊，这也是红啊，这也是红。右边也是红。对。没有冲过来，就在这边走半天。
哪个？小鹿不是小鹿。你说一个罩子哦？不是，好像地上的鹿。我看起来好像很陡哦。就没有死，你不要一直叫。没有啊，就没有抖，哪里有抖？那个兜兜缆车在哪？啊？缆车在哪？现在又看不到。对啊。走吗？可以走吗？因为你的心情还没有好，可以走吗？就走啊！我看到了，红色在那你走前面就对了。你就走前面啊，我就不知道他缆车站在哪里呢。是那个红色、那个白色的三角形的屋子吗？啊，三角形屋子。我觉得是那一个。好，那就去啊。走的是不是？啊，破线！大家都用走的。破线。哎呀！为什么要多一点？没有啦，到了。哎，我觉得我膝盖怪怪的，膝盖还不顺，待上去再热一下，我觉得热不够。
始前面痛了很久了。然后就是太热在起雾，但是滑起来的时候后脑又太冷，所以有点干。我哪里在？又有点尴尬，像现在又有点热。所以，到底哦，你说Westing 是要坐小车子？小火车啊？车在哪？小火车是有个隧道，这因为它横越路面，所以它是下面有个隧道。不知道是那条路在雪里面还是这样。它是 L 型，哎、欸，那里有轨道在上面，但是过这边就变地图。你有今天就要来冲他们那个吗？今天礼拜几？四。礼拜四要冲就今天冲，然后五六日都不要，然后一二再来。哎、欸，二就回家了吧？那就是一了，今天跟一来。哦，你怕五六日人多，日也许可以来，日大家都回去的，有可能。要、欸、不礼拜一日本放假，哎、欸，那不就一也不行吗？百搭，那就四五都来好了。我觉得大家一堆人 check in 啊。啊，关于这件事，你这帽子好戴吗？我觉得是变成很合头，所以我猜我加了那个就完蛋了。你不能放松一点吗？我现在就已经放松了，还能再放松吗？我刚才已经放松了。我觉得受里面那个像是泡棉的地方。我这个有看起来整个像透光啊？有啊，你整个都是水、欸。对啊，是啊。是你自己在那大呼吸吧？就一直在冒汗。今天是白板。为什么这个车两个方向都有人？害我刚一时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方向。因为有人坐下来吧。为什么这种冲完盖子的不能坐啊？嗯，你说要上下都可以坐，很奇怪。嗯，这应该快到了吧？它应该下去就是接羊蹄山在哪？啊，羊蹄山在这个山的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是西，这边是东。羊蹄山在这个山的背后，西东。羊蹄山在那附近，上山顶看那个方向。嗯。帮你把那个地图调出来看。我怎么觉得羊蹄山是在这个山的背后啊？在我们前面的方向，对，在我的前面的方向。我看一下，东西，对啊，前面是西边，对，对，我讲错了，羊蹄山在西边，所以羊蹄山在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的后面。对，所以我们上到一个高度才看得到它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完全反方向。就是我们车开来的方向，那个一直拍不成的山的背后。哎、欸，这条线好像还蛮长的，坐蛮久哎、欸。因为那一边的山脚很远。山顶多远啊？40，我看看。啊？为了预防感染，搭缆车的时候，请不要把手套跟口罩。有这种事？他都可以看到这样，这样你看到了。那你看前面的那个小山是不是西山？好小哦。西山很小，看起来很小。然后这边就是刘寿都附近啊，我在地图上看就是一大堆的像田一样一大块白白的，
就在左边这一边。啊，这图先存下来，要应该要可以看到这些。看不到嘞，雾雾的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几点？今天的目标就是先做到山顶。那都是 course， 他没有写，他没有写营业时间呢、欸。现在2:48。我不知道他哪里会写营业时间呢、欸。羊蹄的gondola是开到4点，然后有一个到4:30，有一个到3:45，有一个到3:30。哇，这个怎么做那么长啊？它还是平着开的。哎、欸，很多都3:30哎、欸，哦，时间不够了。我们一定来得及坐到山顶吧？我传给你，有吗？哎、欸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先收好。哎、欸，他车不会乱掉吗？他都重超重的，他搞什么啊？他进，他又没有什么风啊？他撞撞车，为什么撞这么重？他在旁边那个很惨啊。三角区域啊，那种区域摆明的就是
就进去了，不好出来吧。所以你的目标是要去另外一个山头。哎，刚刚的介绍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到了山顶之后，滑过不去耶，要先滑黑线才接得到这个绿线，然后绿线到底，然后要不你先滑红线，接着一小块黑线，看要滑哪一个。然后它的这个黑线好像比较难，因为它是两双钻石。那就先滑红线，再接黑线，最后绿线一路滑到那个山脚，才有办法到另外一个山顶。我是觉得一开始看不要那么超啊，啊，为了风景。我刚好看到一个网页，后面都是云啊。我怀疑羊蹄山啊，其实什么都看不到。因为我们开车来的时候，不就看到在一堆云里面吗？现在也是，我现在那边只看到一堆云。对对对，这个、啊，对啊，这个他说就是刚刚他说他看到，所以是 Wintasi 整石，哎不对，他说Isola 才看得到 ，Isola 可以看到两座，所以他说要去 Isola。那、啊、你觉得太雾了是吗？对啊，那边都后面都是云啊。然后我们今天不就说那个车子在开来的时候，不就说那是不是羊蹄山啊？也都看不到，只看到山脚。这样的确二世谷比较近。应该说这算是遥望，没有啊，那个就两边距离差不多，只是这边多了一个山，让你觉得比较远。嗯。然后二世谷中间是平地，对啊，所以觉得不觉得？我再看一下哦，红线下来会跟着缆车附近，接着有个地方会切过去，那一块是黑线，就是一小段。那一块成功切过去之后呢，就滑到底，就到了这一个。它有写什么？以 Solar Base 的 Station 里面有吃的，但是问题是你看一下我刚给你的时间，很多只有到三点半。我们重点是这一条线叫什么？伊拉佩是吗？伊拉佩，伊索拉多拉贡六人。你说那德拉贡赶得到就可以，蓝色啊，你说那德拉贡，那我看一下，啊，怎么看？你说那六人座的，一定是打圈的，有写第一、第二吗？是贡多拉，对对对，伊索拉过了三点半，啊哈，所以有点赶。你要赶吗？我看几点？因为今天天气好啊。但是那边也是雾啊。现在是有可能赶得到，但是不要用赶的心态，就滑过去。那他应该不会那么坚持。我们应该会刚好时间到，尤其下面绿线那么长。重点是切过去那条线，有个岔路的地方，看它有岔路。真的滑错了，下面还有一段啊。还是黑的。什么什么什么 ？Across Across 跟 Across Equal 都是 Across。嗯。然后叫什么？弗利科扎瓦科斯。啊？弗利科扎瓦科斯。弗利科。哇，好像凉多了。
你的口罩拉下来一点。嗯。这整个罩在里面不敷湿都难。它是好急的拉上去哦，它是拉好急哦，两根柱子而已哎，就上去哎，两三根、三根还是四根，就拉上去这个面，好高哦。好了，起雾了。那你就口罩都还是在那个位置，我跟你讲都不听啊。我拉。我这个在我看来，你整个口罩都，你要不要用我的反射看？哦。你整个鼻子整个全部都罩在你的口罩、眼睛里，你最好是可以服务。我再继续拉。应该很远。没有啊，你的眼镜。照到你的口罩三分之一，你的口罩在眼睛里面，远远的都在，知道多里面了吗？你看我都拉到我说鼻子都快遮不住了，你整个还是压在眼睛下面，对，还鼻梁那边，对，都在眼睛下，对。应该说，你看一下，假如那个 A 是长这个样子，你也要切吗？我说下正下方的。正下方哪里？正下方，等一下 A 就是类似从左边滑到右边那种感觉。它不就一小段切过去吗？这么简单。哦，尤其山在左边啊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但整个都在云里面。所以可以不用。看得到。我不大想切那个黑的，我第一天不想那么累。但是我觉得之后就看不到了、啊。我们还要好天吗？哎，不然你冲去好了，因为我担心。不会啦，这样子而已呀、啊。哪样子而已？你看这样子，其实看不到。我不管雾，我说的是雪，我说的是雪道，切过来的雪道，我担心。我刚红色的就不大行，虽然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滑，但是我不行。那之后五天都没有这个天气了，那就算了。所以我说你就滑，你就不用等我，你就去滑。那我就死在雪里面这样。我们两个一起，我顶不住啊！哪里顶不住？我顶不住啊！
想到了嘛。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这真不会挡到人啊，它路没有很宽。哦，这里的雪道感觉就是不是很宽。嗯，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。什么啊？路在哪？我在看路在哪。路在右边。没有赶，其实有30分钟了，慢慢下就好啦。那边是黑色。我说只是发油。在这里看。这我就不会随便说要走，那我就继续。两颗钻石。嗯。你太辛苦了，知道吗？不过游走都东山上，看着一座老山，有人去冲树林了。斜面，先就是弄到坐到那个缆车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好吧？可以啊。我的脚跟要被挤扁的感觉已经消失了，不然很大，好痛哦！你还好吗？我要戴眼镜。戴什么？哦，好。我要戴什么眼镜？口罩拉好，你脖子那边不会冷哦？我看都觉得冷啊，脖子一段整个这样空空的，也不会冷。对，我刚刚觉得冷。那你的有卖帽子那件衣服呢？我穿了你就来不及。什么东西啊？好，那我现在穿可以吗？好啊，你快点啊！你会要我快啊？你现在这对耗子，你都已经穿好了。而且你刚为什么不在缆车上穿？你就怪我。我还要管你有没有穿衣服。不，你不要怪人就可以了。我还要管你有没有穿哦。就是要找很久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那就带滑快一点。
我也没办法，不好意思，你也不要跑。我的目标就是那样，我也讲啊。那要不就你先去，要不你就不要抱怨。我没有抱怨啊，我只是跟你讲，我的目标就是那样。达不到就算了。又来看羊蹄山，耶！刘寿都，又来看羊蹄山。
要不要拍照？这里才可以拍到两个，这里才可以拍到两个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拍照吗？啊？这里才可以拍到两个。过来我这边。你要拍照吗？你不要拍。我觉得现在比刚刚更清楚哎。你要不要拍？你就拿出来拍一张。好，走了，这样。因为有光，我觉得看起来跟我刚刚拍的不一样。现在就是要找切过去的路，因为我不知道路在哪里。在下面右边。哦，我在想要不要上面就切了，因为什么？好，上面就切。因为我怕说没有的话，错过了还有下一次机会。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，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太可怕了。如果够宽的话，应该就还好。但是好像很，好像还好，是这里有点放到那边去，但有点深哦。试试看吗？我靠！放到那边去比较平呐、啊，这边是突然一个空。很那个呢，很难下、欸，这里这边很难下。
特价你下去吧。越走越到树里面去了。看一下时间，好，还好。我决定又侧降下去。你怎么下去了？我就是要下去。我又可以，我又换边了，我就可以又可以直冲很长一段，因为刚一直往这边冲，我刚侧降了好一大段。对啊，我太近了吗？这个真的很陡哎、欸，堵是我怕我又插进把板子插进去了，我只怕这个，其他我不怕。
Go go go！关了，他说他关了，那所以只能坐这个，要坐也是坐那个去，那怎么办？我滑下来了，那就只能坐这个啦，然后又回去了，又回不来，又要下个这个钥匙，要爬上去吗？啊，爬上去吗？啊，为了去脱下来爬上去。为了去哪里？上面。但是应该也到不了山顶，但是可能只到山腰吧。没关系啊，至少比较高。这样你好。好呀。那小时候刚不应该滑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滑下来。所以刚刚要不是选那个，就是选这个。这个也很陡，但这个好像比较短。差不多。我不要回头看。我觉得这好像比较短呢。还是就坐这个上去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第二到几点了。就你现在爬上去太累了啦。啊？现在爬上去太累了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大概快三点半啊，就是刚我就是想要三点半赶快跑啊，然后他就直接封起来啊，载不住，载不住的。
对对对。喂、欸，帽子帽撞到哪里去耶、欸？这不知道坐哪里去耶，好奇怪哦。我现在有点疑惑，刚刚那个刚刚路过的那个车是那个是 哪个啊？哪里？对，但是要动物啊，脚印看多了。我们要来研究回去的路了吗？我觉得我好像说错车哎、欸，这好像是回去的路哎、欸。刚刚爬高一点那个啊，我的相机有开吗？好像没有叫哎、欸。感觉就是回去的、欸，那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坐什么缆车就坐什么缆车吧。现在就是啊，你们都是往山上，就不知道多高。Thank you.
cos 回家的路是吗？回家吗？回家。这是回家的路。我不知道。我说，那我们去滑看溪。我们爬到溪的山顶。刚刚坐的就是溪的山顶。它那是中好吗？溪不是我们旁边的叫溪吗？对啊，刚刚我们坐的就是溪的山顶。啊？哪是啊？对啊，它只有两条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没有上到山顶啊？还是刚没开？啊？还是没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知道的溪山就两条而已。我坐的其中一条，那就是。不是也挺漂亮的吗？只有电塔哎、欸，好丑、喔。有电塔。你要让我不准用电塔。啊？哎、欸？所以那一个是接回去，一个是去上面。但接后面去上面很快停了，应该是停了。你要坐一次这个吗？哪个？去上面的。我怀疑我们还有车可以坐吗？因为都应该快停了。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时间啊？我没在看啊，问题是那个缆车站就要前面。你刚刚穿完已经要走了，已经大概17分了，然后再怎样怎样怎样。接下来要干嘛？我说可能缆车都快停了，我给你的 lift 的时间表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真的还上得了就上啊，但是我怕他。好啊好啊，就上啊上啊。你一直在讲那个，他不就一直在跑吗？往左边走。这是 Hotel 一窟哎、欸、，Hotel 一窟哎、欸。但是 Hotel 一窟，你说回去才走这边了？我不知道。
播，赶快，3:45，快点。Go go go go！随便坐一个就可以划回我们那边吧，不然要走回去还得了，很远呢。应该说，我们缆车到对面之后，我们应该都看不到任何一个缆车站，搞不好划不到。威斯汀有四个缆车，好不好？也不够近。我说我们没有坐到最高的缆车，还是你这个是没在动啊？这个最左边的这个 West Gondola 四人座，感觉我们只有坐盖子的，没有坐 Gondola， 还是 Gondola 没开。四人座，我们最左边我们没看到有。哦，所以最左边没有，所以上不了山顶。好像。可是我也看到了，也不是广东啦，看到椅子还是什么的。我呀，刚刚实在是有一下有一点摔倒，是想啊，好累哦，就倒下去休息一下，再站起来。你有怕吗？你说什么？刚刚那个你有怕吗？会怕，但是下雪超松，只是他雪松的问题，倒不是摔死，是板子又插进去又找不到了。我不怎么那种状况应该不会板子插进去吧？
还来得及，我在等你的时候还po好我的今天的快速的 IG 三张照片，哎，看一下照片实际的颜色是什么，因为戴了雪镜看不清楚。
粉粉的了。啊，回去了，太冷了。你有觉得冷吗？我是不觉得。灯点起来。哪里有灯？一般的灯呢、啊？哦哦。所以这一趟滑下去就去滑去左边坐车，坐缆车是？不对啊，这趟滑下去不知道滑到哪里去。待会找牌子再看。这趟滑下去会回原地。直直滑靠左边滑对不对？啊，靠左边。应该抓雪板是吧？你有发现刚最后那段缆车它是免费的，最后一段的它没有感应，它有写无料。最后一段这一段吗？刚刚上一段，上一段，对，那个缆车是无料的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还有是在那里的人，除非他是怎么方法过来的，不然应该一定有吧。他有写到无料吗？有啊，是你不要，我说你要看着我滑吗？啊，我说你不要跟太近。走吗？你过来一点啦，他走左边呢、欸，怎么有人去挡在他的路上啊？走了走了。我但是有点费力，
那个啊。停下来啊！啊，我们这次我就没有累嘞，下段我就，下段我就安心了。我在弯，所以比较费力。我也是放心的，所以开始在调角度。我的下巴好像冻僵了啊！我的下巴好像冻僵，觉得下巴有点硬硬的。回去了吗？回去了，吃威士忌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就是要搞清楚这件事啊。我不想要拿的，我想一路撸到最后再拿起来。因为蛮沉重。如果你大家都乖乖用，啊，其实这样才对，很占空间啊。对啊。那我们还想很热，不能说话。
像也没有喷喷啊。啊，他这么高级大饭店，他也没有喷喷。没有什么。我看到一打出来，也是有在那边刷刷刷的。刷什么？没有喷喷的。哦。
现在就很难决定说到底要怎么。我刚刚也有这里有一团白白，然后我在想说到底是毛还是它脱棉花了。真的都是那个血啊，就是这个好的很，但是比较冷。比较冷。就是比较冷，可能里面的棉花被压扁了还是怎样。你之前用这个比较多吗？也没有啊。我也有水。总而言之就是。那个裂的比较多的原因应该就是这样，这个不被喜爱，因为就一样。有时候二四不在哪，反面正反面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不到标题上的背后。对，所以就是。高相对看不到。这里雪道比较窄一点。西山滑一个，然后滑回我们的旅馆那边，不然你要走回去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知道那个位置的高低差。我只知道我坐上去的那个缆车。Westin 在哪里？路过的左边吗？高高的地方。我现在看不到。下面隐约有线，有缆车，那什么缆车啊？有盖子的。有盖子的。难道是威斯汀专用吗？我还不知道。Center 啊，回去再研究。对啊，因为以往我们来一个吸血场，你都研究好了，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。不是这里的，我大概就知道，就两个山跟几条线，就这样而已。看到了，那缆车嘞，没了。这个缆车是要给人家滑哪里啊？这个都不像雪，这个都像……还在跑，没滑过的。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让威斯汀的人去雪场？我就是有个假设，就是说，威斯汀如果门口直接有，那我宁愿坐小火车来这里坐缆车过去，也不要去那边爬了半天坐上去再下来，再过来这样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但是不确定，还是要研究一下。对吧？还要偷看小火车在哪里。越来越低了。这图上没看到啊。这个游乐有在营运吗？你说冬天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夏天有。玩起来认识了吧？脸就被吹翻了。这缆车在这。就这样。干。有人走路。好冷哦。有摩托车。
千辛万苦走回去，好吧？不考虑。开始变冷，你不觉得变冷了？现在发几度？我现在全身的衣服好像都在发挥作用。我好冷。举。嗯，然后我的眼镜又是粉粉的，所以我看到很多粉粉的。本来就粉啊，你说更粉吗？粉粉啊！你要不要拿下来偷看？还是我拿下来也没那么粉？你拿下来没那么粉。Seven 在哪？好，我才懒得去嘞，到了没水了，再喝喝看它的水怎么样。北海道。要跑出去很麻烦哎。要过马路。只是可以去买大罐水。他就说他那个什么羊蹄山蛇的草，好像跟他喝喝看，但是他水龙头很旧。脚尖的，就觉得很难走。总之嘛，就是我们做过导演就讲，就说什么，总之嘛，就是我们刚刚做的、啊。你不是说有个上去的总导演吗？上去的，我哪有说？哦，你说最左边啊？我看什么都没有啊。他好像说本 Q 停业。真假？我知道西山有一条总，有一条线是本 Q 停业。是哦，那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走路走回去，我是要最后一段，要吗？可以啊，再决定一下。你是要滑的、哦？你也可以一路推回去啊。推回去应该就在正前方那个建筑物正前方。从这里你再爬一点，有个速度冲过去就走。爬多少就有多少东西，太累不要紧。但我手也很酸。我这里太东西被人打了。
到这里。那就是好好回去就好了。好回去。好回去。天哪，妹！你今天都没有帮我拍照哎、欸。拍什么？今天都没有拍照。怎么还拍什么？拍啊。没有。都已经天黑了，要拍什么？然后滑一段过去，刚刚就听到他站着。你觉得太等太久吗？也可以啊，来啊，你要的话可以，好了。研究一下，反正就两条了，对。
摔倒一下。你有摔吗？因为我就不坐下来。你只是扶山上吗？就坐下来，我就坐下来。扶山上。就死命的能够往左右边就走。那里是缆车，哪里？那一条树林就是缆车，中间有一条树林，两排灯嘛。中间树林的左边是一个雪道，树林的右边是个雪道。嗯。然后我们想要的应该是最左边那个雪道。哈，但是我们这边过得去，那感觉是我们上面呢。对啊，感觉过不去没关系，我是说目标尽量。你先走前面啊。然后要是回不过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到那这个缆车站的下面。嗯，就这样。哦。
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啊？这是有路啊，对啊。我们没有从这边出来过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的房间偏这边。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我们那里不是有两个灯吗？我觉得我们是矮的那个灯出来，然后高的那个灯才可以出来。然后最这边好像是这样。好吧，我只是为了要看看。我怎么觉得路挡住了，不能直走？这个是小孩子玩手机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要拍照吗？我来拍一张，到边，到边边，你走开，我要到这里，因为这个柱子很丑。好，我再拍一张，我怕我拍糊了，再拍一张。路过那里，好吧，看来还是得累积一点速度冲过去才比较好。冲到哪啊？冲到，你是说要走下面那条路吗？我现在有点搞不太清，好像是，我现在没那么近，没离这个魔毯那么近。他的刷子就只有这里有，好惨哦！走吗？我要。而且没根几根毛了呢，这算了吧。对啊，没有几根毛呢。没有毛的刷子我还第一次看到，服务不佳。对啊，我就说奇怪，它也是度假村嘞，我以为它也会有喷枪，你知道吗？但它竟然放了一根没有毛的刷子。毛去哪里了？你剩多少毛？
呦喂呀！到一件事哦，会不会是他有时段之分，所以你需要去约时段？哈，我看到过我们这些都人多的话就是排队，有约的话可能就比较不用排队，就这样。拿鞋子。那手套先挂了，先挂了，挂一下手套放。Thank you.